门儿要。性外，目前 2.5 升自然进气的 2WD/AWD 双车型将会在改款后全数改由 2.5 升 Skyactiv-G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取代，而这具 2.5 升涡轮动力实际上先前已搭载在国内的 CX-9 车系上，用一冷式冷却废气再循环机制以及动态可变涡轮增压技术搭配的，同样是六速 Skyactiv Drive 手自排变速箱，美规 CX5 车型可带来250匹的最大马力，但日规先前在小改款贩售的 CX5 则是略降为230匹马力。以国内 CX9 车系上的230匹每 42.8 公斤米输出来看，台湾市场首度导入的 CX5 2.5T 应当输出也会依照日规设定，并同步提供 2WD 以及搭载 iActive AWD智慧型四轮驱动系统的 AWD 车型，海外的 CX5 AWD 车型也新增名为 Mazda Intelligent Drive 的 Mid-Drive 驾驶模式切换，主要提供车主针对不同驾驶条件进行模式选择，并提供 Off-Road 越野模式，让小改款 CX5 可以更安全地穿越一些非铺装路面以及滑地形。内装方面，改款前的国外 CX5 已换为与 Mazda CX-30 等车相同的品牌最新世代 Mazda Connect 界面，中控萤幕尺寸升级为 10.25 寸，但取消触控功能，改为全数以中央安座 Mazda Connect 旋钮操作。除了标配 Apple CarPlay 与 Android Auto 连接外，小改款日规 CX5 还首度加入手机无线充电板，提升其在科技感的体验。日规还拥有便利的脚踢感应式电动尾门，后箱一导入可调整式二片活动底板设计，
北美小改款 CX5 更逐步新增了360度环景影像、驾驶注意力警示辅助、后方智慧刹车辅助、交通拥塞辅助行车系统。上述列为全车系标配的高度诚意，自然也让 CX5 更有本钱抢进家用 SUV 集聚。台湾市场是否会导入上述产品，也将成线上发表会重点。